era.光头哥的家，吓死我啊！进贼了啊！进贼了啊！光头哥的家，本来打算啊，今天呢，反正要开一场福利波给大家，打算来他家的。结果一进来呀、我以为他家进贼哦，哇老哎，你们自己看他东西是乱到没有极限，OK。所以啦，今天我不懂你们的家有没有像光头哥家这样夸张，你懂吗？满地玩具，满地枕头，满地衣服啊，什么鬼都有。等一下被我抄抄下，会不会有光头哥的三角裤？OK， 所以啦，真的其实不适合光头哥的家进贼，你懂吗 ？OK。没有三角裤，因为光头哥没有穿裤。OK， 其实呢，我跟你们讲，不是光头哥的家真的是进贼，而是今天他的家是乱到像进贼啊，给人家翻过这样乱啊！我跟你们讲，有谁可以打探到啊？你们的家这样乱的，哇老诶！我一进来呀、我跟姐姐两个傻掉哦，我们两个真的是傻掉，哇，够乱哦，真的是。就讲到哇，刚刚好这样乱哦。对，就可以做这个福利给你们。所以今天来呀、300多位朋友啊，麻烦你们大家呢，一人呢帮我公开分享一次在你们个人主页先啊，因为我看到这样的情况，我本身太妹我啊，从来没有看过有人的家可以乱到这样的地步的。今天我们就呢顺便帮光头哥的家 ，OK， 打扫收拾，也顺便给大家做个福利，好不好 ？OK， 那么来，今天有谁已经有公开分享了的话呢？你们打上一个 KAP 一个卡上来给我系统抓到先，所以来呀，我看一下你们的留言先，来赢一下午好啊 ，Beyond 老也是分享了 ，Beyond 老下午好啊，哇很乱很乱对不对？莹莹 ，OK， 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遇过人一间家啦，真的是可以乱到啊，好像真的进贼这样的哦，哇老诶你看到吗？他女儿啦儿子，地上的玩具啦 ，OK， 他的那些衣服啦裤子啦长裤短裤啦睡衣啦睡裤啦。OK， 全部含不浪，还刚刚晒干罢了啊！直接就这样子丢在他的客厅上面。哎呦，阿瑞，我真的是不会哟、我跟你们讲 ，OK，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啊。光头哥的家没有进贼，有贼都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自己搞到这样乱的。哈哈哈哈没有，家里有两个贼在里面。啊，家里面有两个贼啊！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两个贼在这边冰着啊，那。OK， 今天呢，这个是其中一个凶手，他叫做黄小姐，黄丁德，黄小姐，麻烦你出来收拾一下你的餐具可以吗？你的玩具公仔到处都是了啊 ！OK， 我已经准备了一个东西啊，给你好好收拾了。你现在给我出来，不要一直在那边啊！你看他那边玩什么 ？OK， 你们自己看他在里面做什么、功课不做了哈 ？OK， 在这边斗什么呢？斗那个不懂什么大炮车还是大炮船呐、这边抓到一个了先。还有一个在哪里啊 ？OK， 还有一个在哪里？我先唱啊！还有一个出来自首了，这个厉害。OK， 什么都不要讲，先出来自首先啊！你班带啊，这样子你要不要收拾先？现在啊，收拾啊！你坐下来，慢慢一个一个折了先。黄金石，我跟你讲啊，黄金石，你给我出来呀、每次啊，他就是那个啊，弄到家里乱乱，然后又不要帮忙收拾，哈、啊，带头乱不用紧，狗狗带头收拾嘞，他就骂狗狗啊。今天啊，有看到吗？这个产品我已经准备在这里给他们了啊，因为他们的房间呢已经是满到啊 ，OK， 这个是呢小绵羊的那个衣橱的房间来的，他的衣橱已经是满到啊，没有办法再塞衣服进去里面了。我跟你们讲，所以啊，你看到吗？现在让他们自己收拾回这个残局，东西我准备好好给你。OK， 东西我准备好好给你啊，你们给我收拾啊。那今天呢，那反正光头哥这样乱，他的家不是光头哥这样乱，光头哥的家这样乱啊。
今天就来给大家这个产品的福利，好不好？那你们看现在，你们记住现在这个样子啊，客厅很乱的，玩具到处都是的，对吗？你们用这个我们的折叠盒去收拾就对了，因为首先它是可以收成薄薄一张纸。你如果像光头哥这样，家里是住 condo 的啊，你没有什么位置了，对吗？当你不要用它，你还可以收成薄薄一张纸。最重要，这个折叠盒子它是来自我们啊。EcoPlate 厂家的 OK 环保公司，人家在外面有卖这个有颜色没有洞孔，不让嘎抓，不让你们的那个呢壁虎啊进去里面小便大便。这一个它外面的价格都要卖这98块钱一个，明白吗？最重要，它无毒无色无味无害，你拿来装小孩子的衣服玩具统统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Bamboo 都可以。那么啦，我现在先让他们呢收拾先。OK， 今天大公开光头哥的家给你们看了，看到吗 ？OK， 不够放，他之前有给我们买过那个透明的 ，OK， 透明的折叠盒了，你看到吗？他现在已经完全是塞到满满了，没有一个空间给他放东西了 ，OK， 所以他是需要到呢，我们帮他搬这个折叠盒过来啊，给他呀有地方可以塞他的衣服，你看到吗？这个小瓜，他每次在那边弄乱。弄乱了那家出来收拾了几无奈，你看样子够力哦。黄静思先收那个公仔先啊，你先收公仔先，你看你的公仔满地都是，那边又有这边又有哈，我也不会你了啦，整间家都是你的玩具啊啊，爸爸妈咪啊，妈咪买给你这么多玩具啊，你现在好好收拾呐。如果你们家里有小孩子啊，你准备一个箱子给他 ，OK？ 那么是专属他的，他玩完了玩具，让他自己丢回去收拾。你看到吗？很容易认的。今天我有三种卡乐给你们，有黄色、橙色还有紫色 ，OK？ 有黄色、橙色还有紫色啊，你们可以做分类，明白吗？我一套我今天就做三个啊，听好来各位朋友们 ，OK？ 我一套我今天就做三个，一套你们只能。选择一个颜色啊，因为呢厂家今天它这个透明色的原材料已经起价了，明白吗？ OK， 所以来我转过来跟大家讲一下啊，那应该发生什么事了，波呆机只是一进来啊，家里乱到像金贼这样， OK， 吓死我啊，来其实是我弄了，不要告诉别人，拜安呢啦， OK， 来我看一下卖出来真的吗？没有，这个是呢这个残局啊，其实就是他们这几个瓜导致到这样子的呢，现在让他们自己收拾回呢，你看到吗？黄金师现在很搬来会自己收拾玩具进去来他专属他的那一个箱子里面，等他收完了啊，跟他盖上盖子啊，黄金师盖上盖子就不会有灰尘哦，你的公仔就不会有螨虫了，你皮肤就不会痒痒了，懂不懂 ？OK， 你跟他塞好啦，你下面没有塞好，你上面怎样塞嘞？啊，哎呦，我也不会你了啦 ，OK， 来，不像进贼，像两夫妻打架，不是打架 ，OK， 这个是的，家里啊。没有收拾干净，乱到好像进贼这样。那么来500多位朋友，你们今天想不想我做福利给你们 ？OK， 今天厂家原料透明色的已经起价了，但是今天 online 加 gimo 照样给你们优惠价格。你们凡是有谁有公开分享这一个来自 EcoCrate 大厂家无毒无色无味无害的这一个折叠盒子，可以收可以拿出来用的箱子，对吗？今天我给你们福利价格，你外面如果单单只是买透明色的都要多少钱？88块，这个是厂家外面线下卖这的价格，上架只卖这的价格啊！来，我今天不做你们上架的价格，要的朋友们你们打上要上来好不好？要福利的朋友打上要上来呀、啊！我看下有没有很多个人打上要，我再来给你们福利 OK， 我让系统抓你们先啊，名字上面要有 share 你们才可以抢到我们这个福利价，来看啊 OK， 看到吗？ Adeline Oi 上面有 share， Kayla Hui 也是有， Lanning On 也是有啊，名字上面有 share 的今天才可以拿到厂家给的福利价，然后记得一人帮我按一个 like，按一个爱心上来，因为我今天做这个价格，你在外面肯定找不到这样的 quality， 明白吗？ OK， 当然如果是讲你们是做 account 的，你们每一年要报账，有很多文件，你每次呢文件不懂要收哪里 filing 很多，你们可以用这个箱子来收，明白吗？你在外面啊，我跟你们讲，
你在外面 shopping mall， 你买那种不能折叠的 plastic 盒，大个的都要多少钱？百多块，对吗？当你不要用它了，你又不能收，对不对？所以今天听好了呀，各位朋友们啊 ，OK， 只做我们今天啊，只能借100套而已啊 ，OK， 一套就有三个，我只能借100套，因为上一场光头哥已经出了几千张这一个折叠盒了，明白吗？已经出了几千张，我现在呢不多货给你们 ，OK， 所以要的朋友们赶紧抓着这一个机会。那这一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折叠盒呢，它是没有洞孔的。你如果里面你要放干粮，你可以放，你不用怕嘎抓，你不用怕有壁虎进去里面小便大便，弄到你们的干粮肮脏掉，明白吗？还是有臭味 ，OK？ 你看黄金丝锁好好了，看到吗 ？OK， 玩具你买多一个。给你们的孩子收，如果是家里有 baby， 你还可以拿来放奶粉、放 pamper 啊。所以来，我看一下有没有很多人打上药了先 ，OK？ 有没有很多人打上药啊？有很多人打上药了，对吗？来，各位朋友们，准备啊！小编帮我打上来，只借100套，100套过了，我就要 stop BB， 我要关播了，因为这个价格外面肯定找不到 ，OK？ 厂家起价1块钱，我们这个价格都卖不出了啊！如果他一个起价1块钱，我们都做不到这个价格给你们了，所以大家抓紧机会。今天我给你们的呢，豆豆我有三个颜色，你如果等下要 orange color， 你要一套三个，你打 AE， 就是 orange 色你打 O； 如果你是要一套三个黄色，你打 AEY， 就是 yellow。如果你要一套三个紫色，你打 A 加 E， 啵啵 P 上来，明白吗？有收到吗？我今天一套我只能给到你们一个颜色 ，OK？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如果很擅长你们要做搭配，你们要容易分辨的，对吗？要容易分类，你们直接带走三套九个去，因为你买三个肯定不够用，家里你都用去三个了，你的车呢，对吗？有放鞋子，有放 fouling 的，你们还可以再叠多三个在你们的车里面 ，OK？一起推没有问题啊，你可以跟旧款透明色的一起拿，因为它有卡位，它不容易倒，明白吗 ？OK， 所以来我先报价先啊。今天这一个呢，来自我们 EcoCrate 厂家，听好啊，看清楚啊，有叶子的这一个招牌，外面这个厂家这个大公司，它所卖这的价格，透明款的这个透明款啊，一个要88块，三个多少钱了？你们自己用 calculator 算一算，今天。OK， 有颜色的它就是加10块钱，要98块。98你们乘3，今天你们已经可以算到都得了。来，听好了呀，准备好啊。西马运费我先讲运费啊，西马邮费你买一套三个十块了，这里三个叠起来有5个公斤以上啊，有5公斤以上我西马只收10块。东马一套我用快邮加保险寄过去给你们50块。如果今天阿棒丢坏了，像你去机场你 luggage 给人家丢坏了，对吗？ online gaggy more 一对一更换给你们，这个是我给你们的售后服务，听清楚了吗？ OK， 所以来我现在先报价格啊，原价一个98块，对吗？ OK， 原价一个98块，今天不需要，要的朋友们一套三个只是需要110块钱，110块带走三个，一套只能选择一个颜色，你要三个 color 都带走，你带走三套啊，要一套三个你打 A 加 E， 然后你要什么颜色，你要两套你打上来 A 加2加你要什么颜色，你要三套九个你打上来 A 加3你要什么颜色，有紫色、橙色、黄色，来个蹦，这里直接驾车来拿货，不用给邮费 ，OK？ 你直接驾车来拿货，不用给邮费啊，明白吗？我今天只借100套 ，OK？ 我只借100套，100套。每一套有三个，如果有人拿2套、3套，这样子我的数量就会很快抢没有了，明白吗？所以小编，你帮我算好好来，100套一到了，我就要关播。就算他们这三条卡了啊 ，OK， 都没有收拾完呢，我也是照样关播。所以来，现在开始开放，让你们下单抢购。记得这一个，它每一层它可以承重50公斤，整个泰国妹站上去都没有问题啊。所以来，现在呢，我先站上去啊。我们这一个折叠盒子给你们看下的quality真的是很棒，你在外面找不到了的，所以来等一下啊 ，OK， 我移过来一点。啊，泰国妹有50kg 啊。OK， 我讲到我很重要，看吧 ，OK， 我整个人站在上面，它都可以
整齐，很阿达，很秋，明白吗 ？OK， 整个整齐掉完了，刚刚还很乱的，现在呢，慢慢开始一步一步，他们的客厅已经整齐了，已经开始要干净了，有看到吗？衣服太多，没有地方收，你就是用这个折叠盒子一层一层放，明不明白？所以来，我现在呢，看一下你们的留言啊，来 ，Angeline， 一套选择一个颜色，你要三个颜色，你拿三套啊？为什么我这样子做呢？很简单，因为呢，我们这个呢有三个不一样的颜色。如果每一个人选颜色啦，我们的包货哥哥们他们会包到呢，有时候会出错货给你们，对吗？所以希望你们能够谅解哈。OK， 再加上我们厂家给我们的颜色不 balance 了，我们没有办法呢去给你们掺颜色了，好不好啊 ？OK， 然后记得有下单的朋友们，我们要求不多，我们今天做这个薄利多销的这一个优惠，只希望大家。一人帮我们公开分享直播一次，在你们的个人主页有分享了，你打 KAP 上来，给我们的系统 detect 到你们。一旦 detect 到了你们，对吗？你下单 A 加一、A 加二、A 加三、A 加四、A 加五，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你的名字上面有 share， 明白吗？新加坡我们是直接呢算包邮，算新币。包买 gas stamp 寄过去你新加坡的家，马来西亚这里寄过去你新加坡的家，一套多少钱罢了？给你知道啊，今天一套三个新币70包邮，你买两套六个126新币包邮，你买三套九个新币包邮183新币，所以要下单多少套你打上来，明白吗 ？OK， 所以来我这里看到很多人，很多人下单了啊，我这里来不及读了，很多人打 A 加一、A 加二、A 加三，两套、三套这样子带走，三个、三个、三个这样子，我100套很快却没有掉，当然包括还有很多次次，你们如果真的是要，你们要快了，明白吗 ？OK， 所以来啊，西马邮费一套十块娘娘，这样子一套三个啊，我们是有五个公斤重的，可是今天我们只是收你一套十块钱的运费而已，明白吗？你看了吗？整个客厅啊，瞬间呢比较干净了一点。OK， 你家里如果有窗帘、有床单 ，OK， 你不懂要放哪里，或者你每次直接放在你们的衣橱顶上啊，好像这样子 ，OK。如果你们好像呢直接这样子放在你们的衣橱顶上面，它会很容易生灰尘，对吗？各位朋友们，那么今天你就可以将它收纳在我们的这一个折叠盒子里面，帮你们防尘，你洗了一轮它不会沾到灰尘，变成你要用呢你不用再清洗多一次了，非常的方便。 OK， 你不要用了之后呢，你还可以将它收到扁扁， OK， 还可以将它收到扁扁，好像一张纸这样啊。那我现在叫姐姐呢教你们怎样收，很简单，今天你要收你就跟他左右两边跟他拍下去， OK， 左右两边跟他拍下去，你看到吗？有看到吗？从原本的一个50cm 长、36cm 宽、25cm 高的箱子变到好像薄薄一张纸、一张疙瘩像薄， OK， 省位置省空间，你要用又可以直接打开拉上来，左右两边跟他拍下去， OK， 有盖子给你们啊， PP5 材质，没有毒素，没有那个色素，没有那个毒味，明白吗？所以呢今天你们不用担心，你如果是有放 bamboo 啦， OK， 你要拿你可以直接从这里拿，你直接给它拍下去， OK， 看到吗？ OK， 里面你们可以放你们小孩子的那一种尿片啊， OK， 尿布啊，还是 toilet paper 啊，这里呢我们有 toilet paper 给大家看一下啊， OK， 嗨呀，今天姐姐帮我做副播，另外一边，哎呦，会不会做工啊你？另外一边，哎呦，你给我全部推到这么乱，我真是不会聊。OK， 所以哪看到吗？你要哪，你可以直接将一边呢拍进去，拍了进去，你就是直接这样子抽出你们的厕所纸啦。你们还是要放卫生棉的，可以这样子来拿，明白吗 ？OK， 所以来呀，我现在看一下啊，你们收拾外面客厅就好，房间不要我，放心放心，我们不会去收拾你房间的啊。OK， 我不知道啦。他是用 online 加寂寞啦 ，OK， 应该是光头哥来的 ，OK， 哈哈哈，啊，难道说你今天下午告诉我的东西是真的存在的是吗？哈哈，OK， 所以来我看一下有。
岁的问题有没有读到啊？没有办法，爸爸妈妈要工作，要孩子做，就轻轻猜猜咯。没有啦，要小孩子从小学习培养这一个习惯。OK， 所以来，各位朋友们，有谁是刚进来还不懂我们在分享这的是什么产品？麻烦你们打上来一个一号 ，OK？ 麻烦你们打上来一个一号啊！我看多少个人有打上一号呢？我再重新做讲解，明白吗 ？OK？ 所以很多人有帮我分享了，不好意思啊，我来不及呢去读你们的 comment， 因为太多了 ，OK？ 因为太多留言了啊。那记得啊，一套只能选一个颜色，一套只可以选一个颜色。你如果是要 purple color， 你就打 A 加一 P， 明白吗？你要 orange 色，你就打 A 加一 O。你如果是要黄色，你就打 A 加一 Y。我没有办法一套做三个不一样 color 给你，除非你是来面交，我尽量做给你们，因为我们不想呢增加我们包货哥哥的那一个负担，明白吗 ？OK， 而且加上颜色已经不 balance 了啊 ，OK， 希望大家理解。然后我看到呢，很多人你们有下单，名字上面没有 share。那么今天我先跟大家教一下，你们要怎样公开分享呢？你看我按进去，全部都是，好像新歪宽啊，有下单名字上面没有 share，OK。Angela Fong 也是有下单名字上面没有 share， 夸贝也是有下单名字上面没有 share 啊 ，OK， 太多太多了。那么今天你们要记得，我这个价钱做到已经是太低价，已经踩着那条线，只要稍微厂家原材料起一点点啊，一块钱都好，一个起一块，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优惠价格给你们 ，OK， 这一个的尺寸呢， 50cm 长 ，36cm 宽。25cm 高，明白吗 ？Kelvin Lau 有没有收到 ？OK， 所以来我这边线路不是很好啊，不过呢，我尽量教你们一下。姐姐，你的手机可以看到那个直播吗 ？OK， 我的那个电话啊按不进去啊，所以来有色酒拿出来喝，有色酒妹我都没有观察到有这一个东西哦。OK 啊，所以来这里是我们的直播间对吗？来，各位朋友们，你进来了之后，你按左下角这一个 share。OK， 按了 share 之后呢，你按发帖 ，OK， 你按发帖，然后把这一个呢设置为公开啊 ，OK， 设置为公开，然后呢把它分享去你们的个人主页，一次按发帖就可以了。那么你有下单有留言，你名字上面就会出现分享者 share 的这一个字，明白吗？分享了之后，一人按一个 like， 一人按一个爱心上来，明不明白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一个啊，折叠盒子，你看到吗？很漂亮，很整齐。只要你将它叠在一起，对吗？你整个家里都变到很高上去，有没有看到？本来这里还很乱的，现在已经被整齐掉了，明白吗？已经被收拾进去我们这个折叠盒子里面了。OK， 所以来200多位朋友，你如果是呢 ，OK， 今天你们啊跟泰国妹哥哥一样是做 accountant 的 ，OK， 有很多 filing， 有很多顾客的资料，每一年要做 income tax， 很多账很多文件。我跟你讲，我一上到他车，我是够白搭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车不管是后车座还是他的后车厢，满满的都是 filing， 没有办法做人。他跟我讲，他去买 A 用那种箱子，对吗 ？plastic 的，可是呢，他已经是不能折叠了，而且还不够放，明白吗？它也不够整齐，所以变成它整辆车是乱糟糟的。今天你就可以将它的文件放进去这个折叠盒子里面收咯，明白吗？单单只是家里你用三个，车你用到去两个，剩下的一个你还要放去厨房那边放干粮。我跟你们讲，你买一套三个真的是不够 ，OK， 明白吗？你要趁我们厂家今天的原材料还没有起价，你现在加购，你现在下单，明白吗？之前有买过三个的你不够，你今天加两套三套去，明白吗 ？OK， recently， but total how much we postage 啊 ？OK， Juicing， 西马运费一套收10块罢了 ，OK。东马邮费一套，我们只是收你们45块，对，50块 ，OK。东马运费一套50块，新加坡我们是直接包邮算新币的 ，OK， 直接包邮算新币的。你关播了之后，你就会收到令了啊。来加 iCall 要 A 加 EO 对吗？来记得帮我公开分享直播啊，因为你名字上面没有 share，OK、okay?。然后呢 ，Kelvin Light 尺寸有收到了吗？来，我看下有谁进来呀 ？Angeline 也是刚进来呀。来 ，Madeline Choi 也是要一套，记得公开分享直播啊 ，OK。所以呢，各位朋友们，
我再讲下去啊，不止我听到呢，也很烦，我也讲到嘴巴要烂掉。所以你们记得要公开分享一次就好了。我们做保利多销 ，OK？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罢了，我们不需要你分享三次、五次、十次在你们个人主页，有一次你名字上面有 share 就足够了，明白吗 ？OK？ 所以来我看一下 ，Angeline N I A 加 E Mixer 就是你要三套三种不一样 color 对吗？黄色、橙色、紫色都有拿到啊，可以啊。如果你是三种 color， 你都要拿到，你下单三套九个去 ，OK？ 这样子你就会收到呢三种不一样的颜色 ，OK？ 所以来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小编打来两个就要完了啊。小编打来讲要完了，所以要叫他们快点下单。够力哦，够快哦，我才开播半小时罢了嘞。来，各位朋友们啊，记得啊，今天我这个折叠盒子，小编已经打电话、call电话过来了啊，一排套差不多要上完了，因为你有看到很多人他们是 A 加二、A 加三、A 加四、A 加五这样子来拿的吗 ？OK， 所以今天一个人拿去四五套了，你再不下单，你就抢购不到110带走三个了，明白吗 ？OK， 所以刚进来的朋友们，我再跟你们讲多一次啊，今天这个折叠盒子对吗？它是可以收。也可以呢，把它打开到这么大箱的箱子，帮你们收东西，明白吗？那么今天这个折叠盒，它是来自我们 EcoCrate 厂家 ，OK？EcoCrate 厂家，它在我们的 Aeon Boxen 在 Shopping Mall， 它是有在售卖着 ，OK？ 它是有在售卖着。那么今天它在 Aeon Boxen 有售卖的话呢，一个透明款啊 ，OK？ 之前我们有在卖着透明款，有洞口的 ，OK？ 旁边有洞口的，对吗？它都要收你们88块一个。OK， 之前这个是有洞的啊，现在我给你们的是有颜色，而且是没有洞孔。你如果拿来放钢梁，你不怕有老鼠，你不怕有壁虎，明白吗？那现在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光头哥的家呢，他是有放那个，有放那个折叠盒，我们旧款的折叠盒放钢梁，看到吗 ？OK， 就这样子放在他们的厨房里面。OK， 然后今天呢，我们有盖子给你们拿，很像旧款的它就有洞嘛，有洞的话你们就会担心啊，老鼠进去屙尿怎样办 ？OK， 有壁虎进去大便怎样办？所以今天你们有了我们这个折叠盒子最新款没有洞孔的，对吗？你就不用再担心了这一个问题 ，OK， 你的 fouling 你也不用怕老鼠钻进去跟你咬到一块一块出来，对不对呀 ？OK， 所以来243位朋友们 ，OK， 今天这个不是 plastic 啊。你们在 shopping mall 所看到的都是 plastic， 都会散发毒素，导致到你不敢放你 baby 的东西，对吗？ OK， 它会散发那种毒素不好的 chemical。 今天我给到你们 EcoCrate 厂家的这一个呢，它是 PP5 材质，无毒无味无害，不会造成你们家里小孩子的奶粉放进去会有问题。那今天它的盖子上有写字啊，有看到吗？很清楚啊， EcoCrate 厂家有印着的啊。这一个公司相信大家你们有 search 过，有 survey 过，你一定知道 OK， 真的是一个有颜色没有动的款式，卖着98块一个了 OK。 那么今天我做保利多销 OK， 我老板做保利多销，那么今天98块不用 ，OK， 98块一个不用啊！你们有谁刚进来还不懂优惠价格多少钱？你打八号上来先 ，OK， 你打八号上来先，然后我再报价给你们抢购。如果你是要下单一套，我们直接是三个给你啊，一套三个。你要下单一套三个，你打 A 加一；你要两套六个，你打 A 加二；你要三套九个，你打 A 加三。颜色我有橙色、紫色、黄色 ，OK？ 颜色我有橙色、紫色、黄色啊，有收到吗？200多位朋友们，如果等下你们要选颜色，一套三个只可以选择一个颜色啊 ，OK？ 一套三个只可以选择一个颜色。你如果要三个颜色都有，你带走三套咯，明白吗 ？OK？ 你要 orange 色你就打 A 加一 O、A 加二 O、A。A 加三 O， 你要紫色你就打 A 加一 P、A 加二 P， 然后你要黄色你就打 A 加一 Y， 明白吗？以此类推啊，名字上面要有 share 才可以抢购到今天我给大家的这一个福利 ，OK？ 你在外面单个买的价格98块一个，对吗？来，今天不用，你拿98乘三，你们就知道我今天这个价格到底要到几低了啊 ，OK？ 来，各位朋友们听清楚。EcoCrate 厂家可以收成薄薄一张纸的折叠盒，可以耐重50公斤，
原价98块一个，我不要。要的朋友们，三个一套带走，只是需要110块钱。OK， 110块带走一套三个，除起来一套一个只是需要30多块钱罢了啊，各位朋友，你在 shopping mall 你要买到啊，30多块有这样子的 quality， 有这样大个箱子可以折的，我告诉你可不可能啊 ？OK， 不可能可以找到这样的价格。今天要下单的要快，我只做100套这个福利，明白吗 ？OK， 所以呢，西马运费一套10块啊，三个10块，你要。那两套就20块，东马运费我们用跨邮加保险寄过去给你们 ，OK， 50块钱罢了。这里有5个公斤啊，三个的话 ，OK。那么呢，新加坡我们包邮算新币，一套3个70新币，2套6个126新币，3套9个183新币。要下单多少套？你打上来，总之你打上 A 加一就是3个 ，A 加二就是6个 ，A 加三就是9个，明白吗 ？OK。那么要什么颜色？你自己 mention 啊，一套我只可以选让你们选择一个 color 罢了，明白吗？一套只可以选择一个卡了，所以来现在呢，我看一看有没有重要的留言啊，我没有读到，因为那个 comment 弹太快了，太多人下单了。小帮手刚刚已经有打过来打电话给姐姐了 ，OK， 100套目前剩下不多的，你看到吗？我们的客厅已经收拾到极整齐了，你们自己看整不整齐？觉得整齐的朋友们打上一个 like 一个爱心给我们好不好？原本那个屋子很像进贼这样嘞 ，OK， 衣服乱丢的嘞，玩具乱丢的嘞。可是现在你看到吗？整个客厅整整齐齐，你的这个折叠盒摆在客厅那边都很阿搭，颜色又很秋，很 colorful， 还可以做分类啊。紫色是玩具 ，OK， 橙色是放你们的内在美，黄色是放你们的衣服，然后呢？今天全部整整齐齐了，看到那个前后对比差别吗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折叠盒子。OK， 那现在给你们看啊，每一个都是满满的，有看到吗？这里是我们的玩具啦 ，OK， 还有衣服。然后呢，这里第二个来再看一下，这边是我们的小孩子的衣服啊，那 OK， 小孩子的衣服。再来这个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呢，是小绵羊的衣服。OK。小绵羊的衣服啊，那么再来橙色这个应该没有错，是光头哥的衣服了啊，光头哥的衣服看到吗？瞬间就干净了 ，OK。这个是玩具，这个是黄丁丁的玩具啊，你看到吗？小孩子也有他专属的玩具箱收纳，你不用再烦恼了啊。总之他认到黄色箱子是他的，他以后玩完了，你叫他收拾回进去他的箱子里面，搞定 set 从小培养啊这种事情，不然长大就够力了 ，OK， 就很像家里进贼这样的情况了啊 ，OK， 所以来可以问为什么没有收到令吗 ？OK， 来啊，Lanying on。你们需要稍等一下，因为现在订单太多了，小帮手已经来不及做记录了，已经是呢很多人在加单在加单在加单，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这么快速的 send 到 link 给你们。你如果是下单了还是你有改单，你耐心等待一下 OK， 他关播了重新整理你们的订单会再发 link 给你们好不好啊 OK。 当然记得今天有下单的朋友们24小时里面汇款 OK， 因为超过24小时厂家就不再保留110块有3个的这个优惠价格，明白吗？因为呢他线下卖的价格是一个98块的 OK， 所以来呀，现在我看一下你们的留言，因为太多了啊。来 Chloe N 啊，要三套啊，三套都是不一样颜色对吗？三套9个啊，可以没问题。 Beginning 也是要 A 加一批啊，可以没问题。然后呢我看一下怎样下单对吗？来 Karen Chan， 要一套3个你打 A 加一，要2套6个你打 A 加二，要3套9个你打 A 加三，一套只能选择一个颜色。你如果是要 Yellow Color 你打 A 加一 Y， 你要橙色你打 A 加一 O，如果你是要紫色你就打 A 加一 P 啊，这样简单罢了 OK， 不难啊不难啊 OK。 所以来我再看，昨天我去 A1 买了很多东西，想到收都头痛。 Karen 这个是真的，尤其现在是 MCO， 你们很多人一下子买了很多东西，家里没有位置放，厨已经满了对吗？你可以放进去这个折叠盒子里面，那么你把这个折叠盒你可以 spare 的放在车后车厢，你买完了鱼肉，买完了猪肉鸡肉有血水，你跟它放进去折叠盒，你的车不会沾味道，不会沾血水，不会肮脏，最重要你拿回家了你还可以拿去冲水洗，
方便吗？简单吗？回到家你住 condo， 整个箱子跟它抬上去你们的家，搞定了 set up， 不用烦 ，OK， 美美的 ，OK， 美美的啊！所以来我看一下多少钱，来刚刚已经有报价了，有收到吗？西马三套30块，你不要给运费啊，不要给运费，你来我们店面面交，在 KL 格邦。嘎嘎巴古的后面那一排店，你不会来用 We Search Online Gakimo， 明白吗？来，旁边蟑螂会进吗？可以再看看吗？别人不会进蟑螂 ，OK？ 我这一个波动哎，打得厚啊，打得鲁棒我呀，啊，一度嘎抓啊，打阿干啊，马上又到啊 ，OK？ 因为这一个是无动款，如果你买到之前旧款的呢，上一款啊。透明款的对吗？透明款这一个呢就是有洞的，那么你拿来放干粮 ，OK， 你就会担心有蟑螂啦，有老鼠啦，会跑进去这个折叠盒里面，对吗？会咬你们的食物，会弄到你们的食物有毒素。今天你买这一个，我们今天介绍这一款就不用担心了，明不明白，各位朋友们？当然之前你买过透明款的，能不能叠在我们新款的折叠盒上面呢？是可以的、啊，它的尺寸是一样，长度50cm， 宽度36cm， 高度25cm 啊，可以折在叠在上面的呢。我现在叫姐姐的叠在上面给你们看 ，OK， 看到吗？稳稳的，因为它今天每一个位置呢，它都有一个卡位，不像你们外面买的 plastic 盒子 ，OK？ 你外面买的 plastic 盒子呢，它是呢，可能会歪歪扣扣这样，会跌下来，可能你跌到这么高，中间那边会移位，对吗？我们这个一起移啊，没有问题啦。现在姐姐呢，替给你们看一下 ，OK？ 你直接跟它移动，你看到吗？稳稳的，不会晃动的，有看到吗？因为它每一层的盖子上有卡位 ，OK， 有一个压歪可以聊，可以聊晕了啊，姐姐啊 ，OK， 来，我看一下你们的留言啊，要换啊，要 A 加一，没有 mix 啊，你买一套就只可以选一个颜色。如果今天你是买一套，只可以选择一个颜色，除非你要真的是要三种 color 都有的话，你就打 A 加三，明白吗？你就打 A 加三，就九个啊 ，OK， 所以来，还没有收到link的大家等一下，买了三套可以三个颜色都拿，因为一套可以选一个颜色吗？对不对？我颜色今天有三个，你买三套可以选三个颜色咯。Angeline 有收到吗 ？OK， 所以来呀，加爱过记得公开分享直播啊。来 ，CT 酱分享了，你应该还没有公开分享到，我没有看到你名字上面有 share 的啊。三套，哎，买两套就没了。对，买两套就是这样，黄橙子，黄橙子 ，OK， 黄橙子橙。黄子 ，OK， 你落地了是吧 ？OK， 哎呀 ，OK， 就是这样子啊，你可以做分类啊。来，我看一下 ，Nikki Sim， 我是在西马，还有东西还没有送，可以一起送吗？还要邮费吗 ？OK，Nikki Sim， 你应该是我们 Online Gakimo 的新粉丝对吗？先跟大家讲解关于运费这一块东西。OK， 如果你在 Online Gakimo， 你有买过 A 产品 ，A 产品的运费是10块，打个比喻啊 ，A 产品是10块邮费，那么你购买我这个折叠盒子，还有加重量。因为我一套三个就5公斤，你原本第一个产品就有5公斤，5公斤收10块，你再加5公斤，我们再收10块，明白吗？邮费我们没有赚取，你们如果有跑台，你们就知道 Online Gakimo 的邮费比别人的优惠很多，基本上我们是不赚运费钱，明白吗？很多平台同样的东西卖你们，那个邮费要100块，对不对？我们可能只收一个70块，一样的道理啊。OK， 所以呢，你们。相信我来 Gakimo 了，你下单产品我们尽量压到最低价给你们，但是运费我们不收啊，我们不赚，再给运费我们真的是做不下去了，明白吗？希望你们能够谅解啊。 OK， 所以来我现在呢读一读留言了，你看到要高过姐姐了，这个折叠盒看到吗？整齐到刚刚一来到真的很像进贼这样的嘞，开玩笑啊。 OK， 刚刚进来的时候真的好像进贼这样的，整间家乱七八糟的，现在哈，我跟你讲，光头哥看到都会称赞一下这一姐啦，称赞一下黄金石啦，称赞一下立伟啦。现在6个箱搞定。6个箱头帮你塞入去啊，啊麻烦你俾镭啊，101+101啊，202扣啊 ，OK， 还要 service 搞搞啊，帮你呢 ，OK， 把你家里的衣服啊整理到整整齐齐，220块值得给啦呵呵 ，OK， 来我看下有谁的问题 ，Nicole 大码要 A 加一 ，OK 没问题，来小编给我知道100套剩多少套了。OK， 100套剩多少套了？我感觉很多人下单呢，你再不跟我讲，等下我卖超过了，我就孤立了。OK， 我看你们差不多中毒了，东西都很便宜啊。你再打电话问他。来，修丽 ，Hello， 傍晚好。
很难找到防蟑螂的，找了很久这样子的折叠的，对。但是尤其是呢，你们不要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它的原材料。盒子市场上有很多有 plastic 的，对吗？那么今天如果你买到 plastic， 你放在后车厢晒太阳晒久了，它 plastic 会脆掉，对不对？今天这一个折叠箱我给到你们的呢，是你放在后车厢暴晒啊， OK？暴晒晒久久，你拿去后面后车厢，好像我泰国妹这样啊。OK， 我鞋子很多 ，OK， 平底鞋、高跟鞋、球鞋都有几双，我放在我后车厢长期晒太阳没有问题，它不会脆、不会烂、不会散发毒素，这个就是 PP 材质的好处，明白吗？来。最后24套，最后24套罢了啊，各位朋友们，只剩下最后24套，要下单要加单要改单，现在打上来 OK。 我今天一套三个你就要打上 A 加1，你要两套六个你就打 A 加2，明白吗？刚刚你下单 A 加1，你要改去 A 加2 A 加3了，你写 A 加2 A 加3都得，你要多少套跟你要的颜色，后面 mention 改单搞定，我小编会帮你们做记录啊，就是这样简单OK， 所以来我看一下有谁留言，来姐姐教大家多一次讲手腕了，开一个新的 ，OK， 开一个新的啊。所以来这边我们开一个新的，教大家怎样开跟怎样收，很简单的，你家里小孩子要开出来用都会 ，OK， 因为就连黄定的啊，他们都会开，何况是你们啊，明白吗？何况是你们，还有谁刚进来不懂价格的打八号，我只剩下最后24套 ，OK， 还不懂价格打八号啊，已经有公开分享了的朋友们 ，OK。你打上 KAP 关键字，让我系统先抓到你们，明白吗？有公开分享才可以抢购到我们的这一个折叠盒的价钱。还有就是爱心哦，还有就是爱心，我以为你这么鬼 OK。 所以来现在教大家讲开啊，很简单，你今天收到货，它就是扁扁的，像一张 girl dust 这么薄啊， very nippies 啊， and then 你要讲把它打开了，很简单，盖子跟它拿掉 OK， 有盖子给你们拿，盖子拿掉，然后呢跟它拿上来OK， 旁边左右两边拿上来，拿起来了，左右两边跟它呢向里面拍 ，OK， 啊向里面拍，这样子它左右两边就会稳固了，有看到吗 ？OK， 它就变成一个长度50cm、宽度36cm、高度25cm 的一个箱子 ，OK， 你要收怎样收？左右两边给它拍进去 ，OK。左右两边给它拍进去，看到吗？这样子就收好了咯。你如果之后不要用，你可以跟它收去 store room， 你们没有爱位置的，放心 OK。 很像光头哥这样，它之后不要用啊，不会爱位的，它 store room 那边还可以塞到的，明白吗？不然好像它的衣橱这样啊 OK， 我不要进去了啊，这样讲就是应该不能进去啊 OK。 不然好像它的家这样啊，衣橱整个满到完，没有地方放了、哦、OK。 然后衣服又每天买每天买买不停，哎哟姐姐又啊吃夜不做夜啊，做夜打烂夜OK。 所以来我看一下 Karen 穿掉 A 加3 OK 没问题， Johnny 面 A 加1 Cash Call 记得帮我公开分享直播啊 OK， 我系统没有抓到你 OK。 来 Shirley 傍晚好啊，傍晚好，希望也是 like 啊，嗯，看到吗？几秋 OK， 你直接跟他绑在这个绑旁边啊，都是特别好看的啊。现在我让呢啊这姐推一推，对 ，A 加二是六个啊，今天一套就是三个 ，OK， 一套就是三个呢，你看到吗？不会难看的，各位朋友们 ，OK， 你有买三套，有三个 color， 几好配哦，几好分，你直接一眼望去，哇，第一套的这个紫色我是放 toilet paper 啊，第二套的紫色其实我是放了内衣，我是放内裤啊，你们可以这样子分类的嘞 ，OK，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它的品质实在是太好了，你在市场上你要找到这样的箱子，没有毒，没有味道，没有害，要这样的价格 ，sorry， 真的很难找啊 ，OK。所以呢你们要下单你们就快了啊OK， 原来他的手势是要做这个啦，看到吗？你可以从旁边打开，里面你们可以放你们的 toilet paper OK， 尿布尿片，小孩子尿布尿片啊，你要拿你就这样拿咯，拿了过后你再跟他的开盖给他拍下来就可以了 OK， 看到吗？搞定，来再给他放回去，就是这样简单 OK。 所以来还有谁还不懂价格打八号，还没有公开分享先去公开分享啊
OK， 还没有公开分享，先去公开分享。来，我看一下 ，Why Mr. JJ look black 啊？Because he black 咯 ，so look black 咯。OK， 来 ，IV 先啊，问一下昨天的 Mob Live 到底几时回应的？哦，有 IV 到现在还没有回复啊。OK， 现在距离昨天的 Mob 有24小时了。OK， 来，小编马上帮 IV 先看一下他的订单啊。OK， 混蛋6个多少钱对吗？我如果、哦。6个啊，来我直接报价啦 ，OK， 我这样子报啊，可能刚进来的朋友呢，他们听不清楚，有包邮吗？哎呦，美玲，美玲啊，今天我给到你们的价格是走保利多销，走到踩这价格的对底线，稍微厂家原料起1块钱一个，我都做不到这样的价格给你们了，你明白我们的意思吗？所以今天如果我再包邮送到你家门口的话，真的做不下去，明白吗？真的做不下去啊，所以希望你能够谅解，运费我们没有赚 ，OK？ 运输公司跟我们收多少钱，我们就跟回你们收多少钱而已，明白吗 ？OK？ 所以来呀，名字上面还没有学了的，赶快先分享一轮先 ，OK？ 赶快先分享一轮先，我的100套基本上差不多要 sold out 了 ，last call 了 ，OK？Last call 了啊，要的赶紧公开分享先，等下我直播过了你再问我泰国妹还有没有这个优惠价，之后起价吗？会不会起10块20块，我唔知啊，我要知道那个厂家原料有没有起，我才知道我们会不会起价，明白吗？ OK， 所以来181位朋友啊，来我再报价多一次啊，今天这一个来自我们 EcoCrate 厂家的这一个折叠箱，对吗？ OK， 这个公司它是走环保路线，你有看到它 logo 有两个叶子的吗？ OK， 折叠盒上面也是有印着 EcoCrate 厂家，有没有看到？每一个都会有印着啊，不是给你普通扒料的啊。那么今天这个采用 PP5 材质，无毒无味无害， OK， 你放在后车厢暴晒，不是 plastic 它不会脆啊。 OK， 原价它卖透明款有洞啊，旁边有洞的呢，一个要88块，然后有颜色没有动的加一个10块，就是98块。今天我们做 offer 给你们 ，OK， 我们做 offer 给你们，来要的朋友们，等下你要下单一套，你就打 A 加一，就是3个；你要2个6套，2套6个，你就打 A 加二；你要9个，你就带走，你就打 A 加3，明白吗？所以来要怎样？要多少钱对吗？来，今天一套3个只是需要110块 ,OK? 名字上面有 share, 有公开分享直播一次在你们的个人主页。110块带走3个，你下单一套只能选一个颜色，我们有紫色、黄色、橙色啊，有紫色、黄色、橙色，你要下单一套紫色你打 A 加 1P, 你要下单一套黄色你打 A 加 1Y, 你要下单一套橙色你打 A 加 1O, 就是这么的简单，明白吗？ OK, 名字上面没有 share 的拿不到一套3个110块啊。 OK, 西马运费一套10块罢了，因为这3个叠起来有5个公斤重。OK, 东马运费我们用快邮加保险寄过去给你们，一套50块，新加坡包邮算新币，一套呢只是70新币，2套126新币，明白吗？所以来现在开始再让你们下单啊，我们呢已经公告身退，收拾完光头哥的家，你看到吗？美美的 OK, 不乱聊啦 OK,看到吗？所以今天呢我也差不多要关播了啦，你们要下单，你们要进料，要看进料啊，不然我要关播了啊，要溜溜啊。 Crazy Key 啊，旁边的粉色折叠推车多少钱啊？旁边的粉色折叠推车呢还不懂还有没有货，因为之前已经卖掉了，卖完了啊。 OK, 我们的卖价呢，这个原本是200多块的这个品质，我们今天呢之前做的优惠价是149块一个，问一下小编还有多少。 OK,149一个，小编这个折叠推车还有吗？有的话你打上来给我知道一下。 OK, 还有多少个给我知道一下啊。来 Shift Con A 加 E04 啊，可以没问题。然后呢我看一下 Madeline Chia, 名字上面没有 share, 记得帮我太妹公开分享先。2套邮费20块，1套10块，2套20块。OK, 1套10块，2套20块，有收到吗？加 I go, OK, 有收到吗？来我看一下啊，哇，雪莉 ，Hello， 美玲也是8号啊，嗯。
六个就是220块咯，你加西马油费就是加20块咯，一套10块嘛，明白吗？就是240，你带走六个 ，OK？ 你不要给运费，你直接过来载啊 ，OK？ 直接过来载。所以呢，我再看一下 ，A 加2是六个是吗？对 ，OK？A 加2是六个啊，九个多少钱？东沙巴九个就是110乘3，再加一个150。OK， 再加一个150啊，因为东马运费我们是用快邮加保险寄过去给你们，保的保险就是当你们收到货，好像你们去旅行，你们去飞机场，你们的行李箱给人丢爆了，有人保你们的 luggage 赔你们，这样的意思，运输公司不赔 ，online kakimo 一对一更换给你们，这个是我们的售后服务，明白吗？所以呢，刚刚有问到我的这个东马的朋友啊，多尼啊 ，OK， 有收到吗？有了解吗 ？OK， 因为我们不用漫游了，漫游呢太慢了。你们的货待在船上的时间越久就越大风险 ,OK? 就越大风险啊。所以来我看一下 ,How much Kim Kim 刚已经有会已经有报价了啊 ,Casey 啊我要两套是220加运费20块对吧 ,Nine 就是这样啊 ,OK? 所以来 ,Apple 去也是记得公开分享直播我要下单两套来 ,Queen Chan, 你要下单两套你就打 A 加2咯 ,A 加2就有六个啊。来我看一下啊加 I go, OK, 对吗还有几架还没有写上来。还有几架小编。还有几架我们这个折叠推车这个真的好用我这样多那个折叠箱你懂我是用它来推嘛不然你顺便问一下他们要不要抢购要的话打要上来 OK 哦顺便问他们要不要抢购 啊还有应该是还有了你问他们要不要如果要的话我们就做优惠嘛那你们要我们这个折叠推车吗也是一样可以收到扁扁啊也是一样可以收到扁扁住 condo 的你们今天买了菜 OK 还是今天呢你们很像姐姐这样要搬台哥回家的哈 OK 这一个你们拿去住住 condo 拿来用很好啊 OK 你直接呢用这个 trolley 推上来就可以了 OK 你如果这一个箱子啊40个里的你不够装我们呢还可以上面折放我们的那个箱头在上面的看到吗可以折到这样扁轮子给你们的是好 quality 的啊 OK good quality 的啊你摆左它不会摆右你摆右它不会摆桌 OK 那么今天有人要抢购这个折叠粉色的小推车你们打上一个有上来 OK 打上一个有上来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不做这个优惠啦 OK 有人要我才抢购啊才给你们抢购啊因为好像剩下不多罢了 OK 好像剩不多有要的朋友打有啊 OK 有要的朋友打有我才做啊来光头哥进贼真假Win Kilim Chan 啊光头哥加进贼没有进只是我们一进家门以为他加进贼吓到我两三下 OK 你如果不清楚什么情况哦你看重播真的吓到我跟 JJ 嘞乱到好像给贼翻过这样很夸张你懂吗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直接一次性来到他家顺便帮他收拾咯他有讲叫我们来收拾顺便开直播给大家抢购福利但是我们是完全没有想到他家里是乱到这样的地步、OK 所以来143位朋友啊有没有人要抢购这个粉色的很缺很 quality 的折叠推车有吗有的话打上有啊就是我们眼前这个你看到我们姐姐 OK 跌到高高啊这个 trolley 有人使用吗还没有看到吗就这样推你看到吗几漂亮粉色的咧并高了几少女心哦 OK 它是前前后后加买后面两个大轮两个小轮它是有四个轮跌到这么高没有问题你要载你们的这一个啤酒也好 OK 你们的饮料你们不用担心因为呢它这一个啊 quality 很好承重力也很够 OK 你要跌到高高都可以啊明白吗来蔡比比你没看到我啊我现在才看到你哦你刚刚有讲话没 OK sorry 啊 Susi 因为那个我的 iPhone 啊每次有那些 is watching 啊看到我头很痛哦 OK 来 Gany Wei is Uncle Bodak 啊 Uncle Bodak 的 God could die 啦 OK dia mau kerja dia tanya aku 啊 mari kemaskan dia rumah OK 来 Gany Chan 哈哈来我看一下还有谁留言有阿嬷安全推车阿嬷安全推车我们卖完了 OK 我们卖完了如果是讲呢你们要推车我们现在只有这一个 OK 只有这一个啊粉红色的折叠推车 OK 可以承重几公斤啊你看我们姐姐多重你要老实说啦几重80多
80多公斤呢，啊，整个人坐上去没有问题 ，OK。如果是讲你的阿嬷、你的阿公买菜啊 ，OK， 走到累了啦，他们还可以坐在上面，明白吗？因为他这个轮子呢，管理地太棒了，而且这个也是一样 PP5 材质，不会有毒素，不会有呢散发那种呢毒素出来给你们的家人 ，OK。所以 Angeline 有看到吗？整个姐姐在上面蹲都没有问题啊 ，OK。然后他后面有 break 的、啊，他后面有 break。如果你们要给它停的话呢，它可以踩下来，那么你们的推车就不会移动咯，明白吗？你们的推车就不会移动啊。所以来修炼立马记得公开分享直播 ，OK， 记得公开分享直播，因为你名字上面没有那个 share 啊。来 ，Angela 放 pin 的 code 啊 ，Angela 你的意思 code 是什么意思 ？OK， 你是要 pin 什么 code 啊？不是很明白呀、啊、？OK， 所以来150位朋友。怎么你没有看到我 is watching 你的？是不是很多嘞？要讲来看咯，我都是直接抓重要留言来读了咯，有时候还 miss 掉啊。来，如果大家有人要抢购这个粉红色的小推车，我们只剩下最后20个，有要你们打要，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差不多要关播了。OK，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差不多关播了，因为呢，我们已经收拾干净了啊，现在可以做人了。OK， 现在可以做人了。刚才是不能做的嘞。刚刚做不到人 ，OK， 刚刚是完全做不到人的，现在整个是清空掉了。来多少钱对吗 ？Angela， 你是问这个对吗？问这个粉色小推车啊 ？OK， 可以。Angela Phone 也是有万啊 ，OK， 多少个万了？两个万冒了啊？要多少个要？给他报价，可以报价了啦，给他们抢一下。给他们抢够了啊。啊。做人啊，做人可以啊。不是这个做人，坐着的坐 ，OK， 坐上去的坐 ，OK。没问题啦，坐上去，看来。坐上去可以。啊，这一姐整个人坐上去没有问题。如果你们之前有看到我们好友哥的直播，我们光头哥再加上两箱呆哥，里面还有装东西，那整个 trolley 还可以移动的，看到吗 ？OK， 还可以移动的啊，等下。我在开直播哦，等下再给你 ，OK， 所以来，我现在呢报价给你们知道啊。那今天这个盖子你要收，你要开可以 ，OK， 可以收起来的。那么啊，姐姐你再折叠一次给大家看啊，旁边左右两边它有 lock， 你们给它打开掉，因为如果没有打开呢，它会凹进去。你要收，你先把底部收上来先，收了上来你再把 lock 打开咯。旁边左右两边还有 lock， 它就整个扁扁了。你之后如果开封了，你要带上你们的飞机，你有做代购的对吗？你有去泰国代购衣服的，每次你穿那种 trolley 很重，还有就是不能收，你们可以带这一个，明白吗 ？OK， 那么今天呢，这个折叠的推车，它的轮子是有4个啊，轮子很有 quality 的 ，OK， 不是很像那种 rubber 的那种轮子啊 ，rubber 轮子呢，你们拿来推，它会卡轮，它会 kick 着那个位，然后它会 lost control， 你摆左边，它跟你转右边，对吗 ？Can carry how many kg？ Angela Fong 基本上80公斤不是问题 ，OK， 基本上80公斤不是问题啊 ，OK， 现在里面空的啊，我们姐姐坐上去都没有问题 ，OK， 还有80多 kg 啊，肥到要死啊。80多 kg 空的坐上去没有问题。那么今天这个推车，你们在外面有看过的，你们一定知道它的市价卖这多少钱，200多块。OK， 200多块呀，我们这个只是帮呢，那些小的商家清货而已，只剩下最后几十个。OK， 只剩下最后20个罢了啊。OK， 只剩下最后20个。你如果住 condo， 你的车装满，你要载满你的东西。OK， 你不要钢了，你就跟它叠上去咯，用我们的折叠盒叠上去咯，你再跟它推，看到吗？几方便。最最每天就是这样子来载它的呆哥。OK， 单手推，你看到吗？它的轮子呢，很好就对了啦。OK， 单手推，轻轻推还都可以动了。轻轻推它就可以动了，明白吗？因为有些轮子啊，你推它不动了，它会卡着。来，今天这个折叠推车，要的朋友们不用200多块呀、啊，哇，很快下单。OK， 我们的 Angela Phone 已经下单了啊。今天200多块不需要啊，有公开分享直播，名字上面有学的来149带回家，149块带回家。这个 PP5 材质可以折叠，可以收，可以耐80公斤的这一个。
折叠推车，要的现在下单。你住 condo 的很方便，尤其你们如果是有去 shopping mall， 你们不用跟人家共用那个 shopping 的 trolley 了，很多细菌，对吗？现在确诊人数每天3000-4000，你们就拖自己的 trolley 咯，回到家 ，OK， 你们就直接跟他洗或者是消毒就可以了。要下单一个你打 B 加一。要两个你打 B 加二，明白吗？小编已经有打上来了，来把价格打上来呀，可以把价格打上来，优惠价格19，运费打上来呀，小编 ，OK， 运费跟我打上来。新加坡可以一起寄吗？可以 ，OK， 可以。等下我给你知道包邮算新币多少钱啊 ，Angeline，OK，、okay? 我们新加坡的粉丝已经跟我们购买过很多东西了的，有 follow 我们很久了的 ，OK， 所以呢，等下我包那个新币给你知道啊，等我们小编打上来一下 ，OK， 可以一起寄啊，可以一起寄。但是呢，如果你是西马东马的，运费我们也是一次性。算明白吗？我的电话又没有电了，只剩下 20%， OK， 只剩下28%，要下单要快呀，要一台打 B 加一，要两台打 B 加二，只剩149块，轮子给到你，quality好的，承重80公斤，上面还可以叠东西嘞，后面还有 break 给你踩，手指一直轻轻推，它就会动了啦 ，OK 啊，因为我的副播已下线啊，他讲他很累了，他不要做钢料 ，OK， 他就坐在那个沙发那边。OK， 不用邮费了 ，Angeline 不能啦。OK， 我包邮算新币，包买那个过卡三给你啊。啊，单来凤，你是要下单折叠盒还是折叠推车？如果你是要下单推车，你打 B 加一啊，你打 A 加一不行。然后记得公开分享直播，来谢谢。你一个手指推是吗？现在 啊，然后你这样子我看不到你手指嘞。啊，你给它转一转嘞。啊，漂移也可以啊。啊。一只手指这样子推就可以了，看到吗？它不会转来转去的，很像 shopping mall 有一些 trolley， 你们有用过你们就知道了。OK， 它的 rubber 轮不跑，你转左手，它就跟你转右手，有时候还撞到人，对吗 ？OK， 今天这个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哈。OK， 这个就不用再担心了 ，quality 很好很好。OK， 然后你要收它有 lock 啊，不会乱飞啊。OK， 你要收还可以 lock， 明白吗？可以了啊，可以了啊。你再转下去头都晕啊。啊，小编啊，运费多少啊？你没有跟我打上来哦。OK， 运费多少啊？你有打上来给我知道吗？我这边呢完全没有看到你的留言。OK， 这边没有看到你的留言啊，不用紧，我看到了啊。OK， 新加坡我们包邮算新币182新币，娘你啊 ，Angeline。OK， 182新币娘娘，所以你刚刚带回家，新加坡肯定找不到这样的价格的，尤其新加坡现在疫情也是很严重，你如果有出门 ，OK， 有去购买东西，你直接用这个去载就好了，不用用公用的 trolley， 很多人动过，对吗？很不卫生，很多细菌，你就用这个折叠的 trolley 咯，明白吗？用这个推车去推，推完了推回家消毒洗干净就 OK 了啊 ，OK， 可以拿上飞机，它的公斤那不重了，大概一个5到6 kg， OK， 大概一个5到6 kg， 明白吗？可以上到飞机的那个承重 luggage 是7 kg 还是8 kg， 忘记了，太久没有飞了啊 ，OK， 你们可以 check 一下 AA 先一下 ，OK， 来，所以大家有谁要下单这个 trolley， 你们就打上 B 加一。要两个你就打 B 加二，西马运费一台是10块，两台20块，东马运费一台76块，两台130块呀，因为这个还是有重量在的啊。你要一个你就打 B 加一哦，要两个打 B 加二。要是要单折叠盒子一套3个，你就打 A 加一，就是3个。OK， 2套6个就打 A 加二，3套9个你就打 A 加三，就是这么简单。我的直播保留最后的一个2分钟，我要关播了，因为我的电话要来了，我的电话没有电了。OK， 可以看看吗？可以呀，你是要看折叠推车还是折叠箱，我两个都一起给你看啊。 OK， 请告诉姐姐我的水枪等下开始射病毒，请告诉姐姐我的水枪等下开始射病毒，什么意思哦？ Dennis Roy 跟你讲抓 cake 啊，抓 cake 啊，他问你。OK， 你可以做钢了吗？我要给人家看到最后一次哈。OK， 我的副播很有脾气的，我跟你们讲，要做工就做工，不要做工就跟他休息啊。OK， 所以啦，今天呢，你们看啦，如果是讲你们要下单折叠盒子的话，报价最后多一次啊，原价198。原价198，今天全 PP5 材质无毒、无味、无害。
今天要的朋友们一套三个只是需要110块，西马运费一套10块呀，东马运费一套50块，新加坡包邮算新币一套才78了。 OK， 那么今天你收到货的时候还是扁扁像一张纸这样的， OK， 扁扁的， OK， 扁扁的，你要打开你就是盖子跟它拿上来，盖子拿上来的时候左右旁边两边跟它打开， OK， 你要放车，你要放车，你要放你们的这个 account 的 document， 你们可以放，明白吗？你要收你就直接左右两边给它拆进去，拍左右两边收进去，然后呢你就可以收起来了咯。啊，我这个富婆没有在线啊，啊我讲收你就给我开，哎呀，哎 ，OK， 然后呢这个有三个 color 啊，有黄色、紫色、橙色。一套下单就是可以选一个颜色，明白吗？你下单一套就只可以选一个颜色，你要三个颜色都有啊，像我们这样啊，做一个搭配，做一个配色，你就三个带走了，九个罢了嘛，三套带走才九个，你的车可以放两个 ，OK， spare 的一个拿来买菜 ，OK， 你的房间要放一个，你的厨房要放一个，对吗？都已经不够用了，来，现在呢，我讲这个折叠推车。OK， 折叠推车哈，各位朋友们，它今天呢承重可以80公斤，盖子可以跟它收起来。OK， 左右两边有 lock，OK、okay? 有 lock 啊，你记得打开了下面的底部打开 lock 了，你们才跟它凹进去，不然它是凹不到，凹不到的。OK， 左右两边有 lock， 给它 lock 起来，你看到吗？扁扁的，像 trolley 这样，你跟它拉那个把柄上来，拉那个把柄上来，对对对，拉那个把柄上来。什么把柄？把柄。啊，你们如果去买菜你可以直接这样推咯，你要用的时候你才给它打开咯，明白吗？ OK， 收去后车厢干就 my V Calisa 可以在，没有问题， OK， 没有问题啊，可以放得到，扁扁的， OK， 要这个今天原价一个是200多块的，这个管理地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轮子啊，姐姐， OK， 那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轮子，轮子不是 rubber 轮啊， rubber 轮还会 lose control， 你转左还会转右的，今天我们给到你们的呢是高质量的轮子，后面也是一样啊，后面也是一样，所以今天你要下单一个只是需要149块，这个数量有限啊，断货了之后我们未必还有货给你们，因为是帮人家清货而已，明白吗？只是帮人家清货， OK， 好像姐姐坐上去啦， OK， 她要动可以动了啦，我推她一下，很重啊她， OK， 是推到了，只是后面有东西顶着了啦，OK， 要下单这个一个你就打 B 加一，要两个就打 B 加二，明白吗？西马运费呢，一套是10块，两套就20咯。东马运费呢，这个是76块一台呀、啊。新加坡包邮算新币一个82新币，还有什么颜色 ？Christine Bay， 我这个只有紫色、黄色、橙色嘞。OK， 三种 color， 因为厂家那边呢，它只剩下这三个 color 啦，其他的 color 呢已经没了，已经没了。OK， 已经卖完了，你要下单就现在下单啊！富婆，我想喝水啊，可以装杯水过来吗？今天到这姐要服侍我啦，哈哈，因为她是富婆，哈哈哈，平时点我做东西啦。OK， 所以来大家，我要关播了啊。OK， 我要关播了，因为天色暗暗了，我们要赶回去店里面了，要赶回去店里面了。还有说要下单，你们就赶紧打上来。OK， 一套三个110块出到来，哦呦，真的是谢谢你啊。OK， 出到来呢一个才30多块钱，你在外面买 plastic 的箱子都不止这个价格的，真的。OK， 所以来给我喝口水先啦。啊，银行户口啊，富伯。OK， 啊，银行户口。哎呀，富伯已下线啊。OK， 我自己啦。大家记得我们的银行户口只有一个啊 ，Public Bank Sajislavi Sanjan Bhat 3215927906 ，OK， 只有一个银行户口，你们把它拍下来 ，OK。然后如果你们是要来面交不会来的，你们用 Way Search Online Gakimo 就可以了 ，OK。然后如果好像是你们有下单了 ，OK， 你们有下单了，然后呢，小编他们还没有 send link 给你们超过24小时，还是一两天啊 ，OK， 一两天你们才打电话去问啊，你就打这个 emergency call 018-6668-770，明白吗 ？OK， 记得你们汇款了不要轰炸式嘞 ，OK， 不要轰炸式，因为如果你讲了。你们如果讲了，你们是 send a message 有那个 bank 是名字、电话号码、地址了，
不要再spam 他们，耐心等待，不然的话你一 spam 可能差不多到你了，你再 send message 他就跳去最上面，就会越来越迟回复到你们的信息，明白吗？ OK， 台面有大的消毒机吗？没有咧，金红用 OK， 金红用，现在我们的消毒枪已经卖完了，没有货了。 OK， 我是问 B 还有什么颜色了。 Oh sorry， B 没有颜色，只有一个粉色。 OK， 只有一个粉色，因为这个是帮厂家清货而已啊，我们只有 pink color。 OK， 只有 pink color 啊。 Going green， yeah yeah， Kenny Muhammad Gamil， I'm going to close now。 OK， 所以来 Christine Bay 有收到吗？只有粉色啊，只有粉色，因为我们这个呢是帮人家清货而已。OK， 帮人家清货而已啊，所以来103位朋友 ，OK， 我们要广播了啦，电话没有电了啊 ，OK， 亮红灯了啊，所以呢，感谢大家的收看，也谢谢你们有帮太妹呢，还有姐姐公开分享这一场直播的，也不用担心光头哥的家没有进贼，只是看起来很像进贼 ，OK， 收到了，谢谢你，不用客气 ，OK， 只是看起来很像进贼啊，因为太乱了 ，OK， 当然现在已经很干净了，给你们看多做一次 ，OK。现在已经整整齐齐啊，整齐到没有朋友了，全部已经塞进去这个折叠盒里面了，有看到吗？ OK， 美美的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去啊，稳稳啊，不有问题，你看到吗？干粮你们可以放啊，我们这个是上款的，有洞的。昨天的订单还没有收到小编回复啊。 OK， 料数哦，可以。 OK，小编你帮我看一看他的这一个问题啊，所以来大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 OK， 谢谢你们啊，奶奶要跟我的富婆照一下的啊。 OK， 拜拜。